gras is often considered a quintessential element of French cuisine. However, in today's globalized culinary landscape, regardless of where you are, there i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this delicacy is originated from a small county in eastern China. Welcome to the Chinese epicenter of foie gras production, Huoqiu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Remarkably, this county is responsible for producing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foie gras that China exports to the global market.为了提升鹅肝的品质呢，我们在很多环节呢都做了改善。比如说我们在养殖小鹅的期间，那么会在家人的环境下，主要以清草为主饲料，在后35天呢，我们会集中在鹅场集中的喂饲，找技术丰富的喂饲员呢进行科学的定时定量的来饲养。因为现在我们国家都在提倡健康无抗行动。 在前期啊，我们主要使用中成药进行保健。那么，即使说有生病，我们也会保证在过了休药期，才能宰杀这个鹅。所以说，我们确保我们的产品呢，都达到无抗的标准。 这个是我们沃朗德牌速冻鹅肥干，它的口感细腻，我们不仅畅销于就是我们国内，我们也出口于东南亚，乃至于朗德鹅原产地法国的客户都来到我们这里采购鹅肥干。哦，我看咱们这儿还有非常多丰富的鹅肝产品。对，这是我们通过深加工，就是方便消费者直接食用的。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红酒金砖鹅肝，这个是玫瑰的，就是很好看。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冰淇淋金砖，这个最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樱桃鹅肝。 目前贺溪县全年养殖朗德鹅达500万只以上，生产鹅肥干5000吨，鹅肉等副产品20000吨，年产值、总产值近20亿元，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鹅肥干生产加工基地。我们还非常注重环保，对140家朗德鹅规模养殖场实行异常预测、污染治理方案，虚心奋武综合利用率达98.52%以上。未来我们将和法国的育种公司神话朗德鹅育种引进合作，进一步提升鹅肝的品质。